Hello，我是洪林婉。幸福 ING 我觉得是一堂非常轻松而且很棒的课程，因为透过幸福 ING，我一点一点的重新认识我自己。在没有上课以前，其实我一直以为我所要追求的那个方向跟目标，就是我自己想要的。可是上课之后，就完全颠覆了我自己的想法。我才发现说，原来我之前一直希望想要的那个方向，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。现在有很多课程，也有很多书籍都不断的在跟我们说，我们要勇敢做自己。可是其实我觉得，如果你不认识真正的自己，那你怎么勇敢做自己呢？我认为这是蛮有难度的。其实我觉得，上帝在造我们都有一份美好的工作，跟他美好的心意在我们的当中。如果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我们的 DNA，我想我们就可以在生命当中找出源源不绝的热情。那也在做每一件事情上面都一定会是比较正确的，因为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放在那个对的位置上。我相信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功的，而且我觉得这份成功不单单只是在我们的工作上，其实包含在我们的生活，包含在我们的人际关系，我觉得都会非常大有帮助。像我和我的先生也是透过这一个课程，我们重新认识彼此，重新认识自己，那对于我们的关系，也都更加稳固跟甜蜜。还有对于我的事业来说，我现在面对我的事业，不论是憧憬，不论是信心，我觉得那都跟以前是完全不能相比的，因为我找到了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。所以，幸福 ING，我要推荐给和我一样想要幸福的你。